古风，怎么拍呢？坐在箱子里面，低角度拍出地面倒影，趴在桌子按下收音机，坐下来看窗外，躺地上手搭一下收音机，趴在箱子上睡觉，全在箱子从上往下拍。校园怎么拍呢？背靠栏杆捂脸笑，手摸头发看远方，背靠墙手打嘴巴，蹲在墙角抱下自己，坐在楼梯看镜头，空中停靠。用手机怎么拍呢？手放口袋抬头看远方，背对镜头回头看，屁股靠栏杆低角度拍，坐下来手放膝盖看一边，背后拍大场景。面包车怎么拍呢？手搭车窗往里看，背靠车看一边，趴在车上回头看，躲在车后头出来，蹲在车边手拉链，侧身靠车看一边，透过后视镜拍。江边怎么拍呢？往前走看远方，芦苇挡斑的脸，侧面看一下江，两手拿芦苇看远方，背对镜头回头，芦苇挡背后抬头别急。满路怎么拍呢？趴在石墩看镜头，手拿石墩身体弯一下，背对镜头回头看，手交叉看镜头，坐下来手摸下刘海，坐石墩抬头闭眼睛。武汉大学怎么拍呢？手扶墙壁往回看，手抓铁门回头看，坐在楼梯从上往下拍，下楼梯回头看，抱向路牌看镜头。樱花怎么拍呢？花含嘴里回头，手放背后回头看，蹲下来花花做前景，花花打脸拍侧脸，背面伸手摸花花，坐树下抬头看天空，跳起来抓拍。天台怎么拍呢？坐天台侧面角度拍，头放围墙闭眼睛，坐下来看一边，手放背后身体前倾，坐地上透过框框拍。樱花怎么拍呢？花花递到镜头前，花含嘴里回头，手放背后回头看，蹲下来花花做前景，花花打脸拍侧脸，背面伸手摸花花，跳起来抓拍。花海怎么拍呢？拥抱一下花海，手放背后看镜头，弯腰摸花花，侧面回头看，拉裙子看一边，手托下巴看镜头，弯腰伸手看镜头。草地怎么拍呢？把草放裙子上，手摸帽子看镜头，往前走回头看，点一下花花看镜头，背对花花回头看，站在花里伸懒腰。油菜花怎么拍呢？蹲下来闻花花，花花放头上拍特写，弯腰看镜头，背对镜头回头看，花花捧在手里，闻一下花花，低角度从下往上拍，把帽子举起来。镜子怎么拍呢？镜子放在高一点的地方，这样方便模特摆动作。海边怎么拍呢？往海边走回头，蹲在草里看镜头，站在海边手扶下脸，蹲在水边看镜头，玩一下水抓拍。树怎么拍呢？趴在树上看镜头笑，手扶树干低角度仰拍，躺在树上侧面角度拍，手扶树枝低头看地面。男生怎么拍呢？往前滑回头看，滑
板扛在肩膀上，坐在滑板看镜头，站在滑板往回看，坐滑板头挡一下嘴巴。菜篮子怎么拍呢？打开手电筒，放在菜篮子里面。玻璃怎么拍呢？用喷壶在玻璃上喷点水。锡纸怎么拍呢？锡纸撕下来，然后给它抓皱一点，